哟，你终于来了哟！我等你等了很久哟。没有哟。我的朋友在等你了，他是一位韩国老师，叫李灿。我要介绍给你。很多你哟，他说要带我们去吃韩国菜，要请我们吃。赶快，肚子很饿哎。你也知道饿哟。是啊。还不要走哟。我赶快要去吃韩国菜。马上走了哟，来走哟。我已经想好要吃什么了。等等，你还没有叫我怎么样叫？给我一个机会，不然下次来我不懂要怎么样叫。OK， 好，对。怎么样叫？没有，你跟我说我要叫服务生的话，服务生啊，通常我们不会讲啊服务生，我们就立刻看哪一个服务生啊，举起你的手，然后你叫超级哟，超级哟，超级哟，试一下，超级哟，超级哟，耶，来了，好，我们点个辣炒年糕 ，Tteokbokki。Hana， 煎泡菜饼 ，kimchi jjeon。Hana， 还有石锅拌饭 ，bibimbap。Hana， 好吃不呢 ？Hana， 够了吗？嗯，开始了哟。开始了哟。开始了哟。Thank you 哟。Thank you 哟。很香哎，很香很香，什么意思？啊，很香啊！哦，很香。肚子饿叫什么？肚子饿了哟！肚子饿了哟！배고파，배고파，배고파，배고파。我也是很배고파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开动了哟。开动怎么说？开动。먹자，먹자。等一下先。干嘛？你知道就是韩国人的礼仪其中一个就是你不能有两个餐具在手。哦，说就是说拿汤吃的时候只能拿汤吃，然后拿筷子的时候只能拿筷子。好有规律。OK， 明白。那加油。莫加。哇，很饱哎，配不落哟。配不落哟，是很饱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知道，好吃叫마시서요。마시서요。마시서요。学到很多韩语，下次去吃韩国菜的时候就不怕。你要教我们多几句韩语。好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一句最重要的话要教你们哦，是什么 ？Bill to say，Bill to say 哦，什么意思？请给我单呢？哦，单付钱，哦，付钱 ，Bill to say 哦 ，Bill to say 哦 ，Bill to say， 감사합니다，안녕，안녕。其实不学也没关系啦。사랑해요。我们再重复一遍片段中所说到的韩语。你好，안녕하세요。我饿了，배고파요。叫服务生那边那位，저기요。味道很香，냄새좋다。开动了，먹자，好吃，맛있어요。我饱了，배불러요。请给我单据 ，bill 주세요。谢谢，감사합니다。喜欢韩语的朋友，你要好好练习哦。